韩国亲子综艺节目《超人回来了》中的混血兄弟档 William 与 Bentley 已从节目下车。今天是 William 的六岁生日，爸爸 Sam Hamilton 带着两个儿子再度到新加坡旅游。事实上，父子三人曾在四年前的今天到访本地。Sam Hamilton 透过 IG 晒出与孩子们游泳戏水的照片，附文则以 William 的口吻写道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四年前我来到新加坡庆生，四年后我回到同样的地方拍照纪念，我和弟弟都长大了不少。